好，我是田宝。今天做的实测的牌子呢是叫 Commerce， Commerce 叫中文是帕玛仕。我想大家对它最知道的产品就是除蚊霜，我自己怀孕怀 Derek 的时候也有用它的除蚊霜，然后之前也有分享过他们的那个发品，他们的发品也不错。那今天来试的这个产品就是叫 Skin Success，它最主要作用呢，就是它是说它可以改变你的肤色，然后让你那个肤色不均匀的地方可以均匀一些，然后可能可以更亮白一些。这个听说很厉害，在美国很有名。我从两个礼拜前开始试擦，每天早上擦这一瓶，晚上擦这一瓶，然后试用给大家看。几乎大概每隔几天就会拍一张照片，拍一些我使用的过程给大家看，然后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效。这个是。它是白天用的，白天用的这一瓶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有一点点的香味，但是它很 creamy， 就是 它不是 lotion 那种，它这样子它是不会掉下来的，它很浓郁，它在手上还蛮好吸收的，看到没？一下子就吸收掉。我会擦全脸，因为其实我的脸有一些之前有些地方就是会有一些暗斑，然后其实肤色还不是很均匀，所以我白天就是擦这一瓶 Fade Cream， 然后这边有一瓶是晚上用的，这个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比刚刚那个白天擦的更 creamy 一点，有一点点淡淡的香味。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我大概第一天第二天把它擦完全脸以后，我觉得我的那个肤色真的有变得比较亮白。你们就自己去看那个比较就知道说，哎，真的使用两周以后肤色会比较亮白一些，比较好看一些。但是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帮助你改变肤，让你肤色更健康更亮丽的一个很棒的保养品。我现在是完全没有擦遮瑕品的状况，然后那个这个肤色不均的地方完全就是看不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罐真的是很厉害，推给大家。这个叫 Palmer's Skin Success Fade Cream， 然后我还有收到这个，就是专门给油性肌肤使用，但是我没有擦这个，我连开都没有开，因为我的肌肤常常会过敏，会敏感，然后还偏干，所以我没有开这一瓶。我想说这一瓶就你们在我的 Facebook 上留言，我就拿来抽奖送给大家好了。所以有油性肌肤的朋友想要试，想要改变你的肤色的话，就记得来我的影片这边留言跟我互动，你就有机会收到这一罐厉害的 Palmer's Skin Success。